终局之战已经到来，九州存亡在此一举。幻灵在战斗中会不断积蓄能量，击杀敌人可获得额外能量。当技能图标出现时，按住图标拖动到指定区域即可释放技能。幻灵的技能效果各不相同，合理搭配使用方能克敌制胜。幻灵大人，请根据指引点击出征，开启您新的冒险旅程吧。按住幻灵卡牌，将卡牌拖拽到战，点击开始，进入战斗吧。就能直接挑战下一波怪物。接下来提升幻灵等级，能够快速提升幻灵的战斗力。开战前查看怪物图鉴，选择合适的幻灵出战，效果更好哟。有非常丰富的奖励，记得经常关注任务进展哦。每天都有免费召唤的机会，更多强力幻灵在此等候您的召唤。
击一键上阵，就能自动派出当前战力最强的幻灵上阵参战。幻灵碎片可以强化幻灵，大幅提升战力。强化满级之后即可升星，从而提升强化等级上限。幻灵天赋除了增强战斗力，还能解锁更多的技能。恭喜您，幻灵师大人，幻灵天赋激活，现在可以学习新技能了。幻灵师大人，游戏的基本操作技巧都已经交给你了，接下来就请开始您的专属降妖之旅吧。黄泉路长，看好脚下。我会使出全力。狂风来临了，
受尽了。